在这里，我是本岛的接档主播宋伟桥，欢迎到哟。辛苦了，辛苦上一档的接档主播，啥名字啊？社会的名字啊？啊，喜欢听歌，喜欢看跳舞，咱们勾勾九九二的预约通知，咱主播，咱们给主播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在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时通知，咱们勾一勾。麦序上二麦的一桥关注，咱们也走一走，来跳今天的第一支舞了。色废，你在说什么？咱们跳这个吧，骚气一点的吧。
扣六六六，辛苦啦！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档的机长主播。丘比特是个牌子吗？走，给我点亮我的丘比特。这边喜欢听歌，想看跳舞，咱们勾勾九九二的预约通知。喜欢主播电脑用户右下角这边点点直播时通知，勾勾。手机用户在左上角黄色的小爱心。爸爸好累啊！你们下一个想看什么样子的舞啊？下一个想看什么样子的？来个狼一点的，人家是一只，人家是一只小绵羊啊，干嘛人家跳狼一点的舞啊？人家是一只可爱的小绵羊啊，跳个。哎，懒羊羊，闹一点的哈，跳这个好了。走，跟我去听草原说羊。
来的都没有发型呢，我刚刚做好的造型。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宋一桥，欢迎大家。想听歌想看跳舞，咱们多多九九二的预约通知，喜欢主播不要忘记给主播点点关注。噔噔噔，我还有一个档，我还有一个档，还有一个11:15到11:30的档，你们可以直接休息一下，直接啊，直接等我，直接等我。最后一支舞送给大家，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还有3分钟，我看看啊，跳什么的，兄弟们，身体受不了，肾虚，练虚，跳这个吧，跳这个吧，最后一支舞，麦序上二麦的一桥，咱们关注左左啊，啊，幸亏休息15分钟，往死里造，没关系，铁打的主播，啊，叫我铅球。最后一支舞送给大家。